哎呦 DJ 给我放个屁。下一个谁来接手，是否接受新接口的艺术和文化的接口，给你我的折磨堵住缺口，我说我的死你们都别走，眼看这个即将快要到来的猎手，但是没有借口，血头但是不论怎样邂逅的节奏的猎狗，给我这个自由自受，让我利用这个石头大口吃肉，就像一块石头贩卖着股票和石油，在我之后虽然太多持久的让你知道这节奏里的持有，但是我的球衣背后定着持久不是石油，让你等待着失去的不断听着想着是人是狗，知道着感觉察觉一切虚有的时候才能自救，所以现在变态现在先卖给你我的陷害和炫才不断变改这变坏的规律，这个编排跟着这个币，说着这个那个让你一直明白体会我的真情和体会，因为现在这个时刻不一样，绝对不是写好了拿来背着，所以我说我能辞，现在我没气了，虽然但是因为所以把你丫给逼急了，歇会儿喝口水。但是我和我的麦不会背离的飞灰湮灭的充满晦气，用着这个思路的现在表达我的美丽，所以继续在这飞着，不管那些黑的没有办法废了追了，所以喝多了醉了，但是现在虽然音乐还在放着，我仍然在这唱着，所以现在让你知道谁是王者的强者，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，看你在这晃着，没有房子没有人为我挡着，所以现在还在唱着，因为 B 还在放着，音乐不要停啊，东少AKA 二怕 AKA 哪有免费续杯就上哪待着 AKA 玩法儿，哇哦超赞耶，谢呀，你的 freestyle 听得我好感动，那必须的，屌到爆炸地道，我们公司决定花1000万越南币签你盖了帽了，要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哈